这个男人的强迫症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阶段，比如家里的垃圾要严格按照可燃和不可燃分类，连他的邻居没有将垃圾分类就丢掉，他也会严厉且凶狠地警告邻居。而他病态的强迫症控制着身边每一个人，比如他的下属在报告中用错了一个标点符号，衬衫的袖口沾了一点灰尘，在办公室里说笑都会被他严厉且苛刻的警告。在面馆服务员送错了一碗面，尽管道歉而且答应为他重做一碗，但他依旧不依不饶，跟客户谈生意时，欢快的氛围里只有煞风景的他嫌弃桌子上的灰尘，酒杯上的手指印没有擦干净，身边为他服务的连衣裙小姐忍不住说他是个挑剔鬼。没过一会，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刚刚从餐厅卫生间出来的他意外的发现走出这扇门竟然来到了办公室，他惊讶的问着刚才还在一起的上司，我们不是在和客户喝酒吗？谁知上司连忙告诉他不要提喝酒，如果说话不谨慎会被处理掉，这番话让他实在摸不着头脑。这时那个下属颤颤巍巍的递交自己做好的报告，他像平常一样批评着，有错别字，少一个标点符号，还未说完就看到下属吓得满身是汗。这时下属从西装里掏出来一把枪对准了他，扣动扳机之际却又对准了自己。奇怪的是，办公室明明死掉一个人，但是大家都像往常一样上班。上司说他即使不自己了断处理班也会来处理。话音刚落，所谓的处理班就来抬走了下属。到了面馆，看到服务员端来了一碗不是他要的拉面，刚开口抱怨就看到服务员满脸的恐惧。这时拉面店的老板出来处理掉了服务员。回到家看电视新闻，看到一名播报员因为忘词被身边的女搭档处理掉。此时的男人困惑不已，是啊，这个世界怎么会变成这样，连早上在他丢垃圾的地方也会有处理班的人一一检查，做好垃圾分类的人才会被放行，而那个随意丢掉垃圾的女邻居却被处理班处理掉了。在他上班的路上看到处理班无处不在，乱停车的人，不遵守交通规则的人，通通都会被处理班处理掉，而自己能一直存活在这个世界上要感谢自己多年以来一丝不苟谨慎的性格，但这个世界实在太可怕了。这次他在检查下属报告时尽管发现了错误，但也不敢直言了。这时他发现身后的部长今天没来上班，旁边的秘书告诉他部长已经被处理掉了，因为他包庇了犯错的下属，处理班也要追究他的责任。这时的他赶紧小声喊到刚才犯错的下属，尽管很小很小的声音，处理班还是来处理了他。这下他彻底害怕了。下班后的他来到餐厅喝酒放松一下，但是当他想再喝一杯时，身边的服务员告诉他最近风声很紧，不要再喝，因为喝多酒的人会被处理班的人处理掉。他没有听从服务员的劝告，还失手打翻了酒杯和餐盘。当他从卫生间整理好准备出去的时候，发现服务员已经向处理班举报，他只好疯狂的逃跑。不知道跑了多久，他打开一扇门，发现又回到了这家餐厅，惊讶的看到在上一个世界里被处理掉的下属和部长。他意识到自己已经回到了正常的世界。这时连衣裙小姐不小心将水泼到在他的裤子上，他一改往日的严厉笑着说没事，这才让服务员松了一口气。其实在现实的世界里，认真学习和工作是优秀的态度，但一定要有个边界，过于吹毛求疵一丝不苟会少了很多生活的乐趣，所以我们既不要敷衍了事，也不要过于谨慎。你看懂了吗？